这个是放一粒吗？我看一下这上面说明书怎么写，九月下旬开始播种，正好哎。可以了。哎，这怎么放？放一点点就好了。对对对。这够吗你？够。这都要长出来都生菜。这些不是瓜子吗？没想菇子。想吧，我为啥不答应？我这就生菜种子，就这么傻。直接这么撒吗？不是应该这样吗？对啊，不是应该这样吗？自己直接撒上去的，自己长不出来的。然后再把那个土营养土敷在上面不就行了吗？可以吗？我哪懂啊，我感觉这个营养土不够你这么撒的。他这就那么一小袋，你要敷多少啊？我们谁都没有。你这真的是任其生长，就跟那个蒲公英一样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能不能活下来全靠自己的意志是吗，炯哥？靠运气，主要靠运气。你看呢，像这个土不就敷在上面了吗？哇，你这个完全是他们的人生导师了，军哥。就是机会给你们了，自己把握把握，看你们的。反正师傅带进门，修行在自身。你看我这个撒完了以后，对吧？你看我这么松土，不就把它埋下去了吗？你确定吗？一定是这样的。我觉得哥这样做的话，生出来的会变成这样。你那是草，你那草你那得除掉，你得除草。像这样，你看这个种子绝对埋进去了，我跟你说吧。对呀，所以生出来就会变成这样哥。不会，逗我，不会，你那个撒的跟插秧一样。不，其实吧，你俩谁种的好，过一阵子就知道了。对呀，反正三个月呢。对呀。